每一场都当最后一场看，然后也不要怕下一场看不着。今天呢又是粉丝营业的一天，现在我呢准备打车出发，从酒店到新达城来看老干爹对阵 BC 的比赛了。Thank you. Cheers. 来了还是有点晚了，现在呢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也可以开始入场了。然后先帮 LGD 工作人员呢发一下所有应援的物资。现在 LGD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给粉丝发各种的物资应援，有腕带，然后有LGD 的这个带有对标的卡片，然后有贴纸，还有每个队员的照片，帅呆了。然后还有一面大旗，非常的有气势。这个成功的俱乐部运营呢跟所有人员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非常感谢这些铁粉的志愿者，也非常感谢 LGD 的运营工作人员，他们真的是做到了无微不至，在早上8点多就来到这个场馆，虽然是10点开始的比赛，大家都在为这个比赛呢尽自己的一份力。刚才呢我也是从运营老师的手里呢接过了 LGD 的大旗，然后我要进里面去占座了。那今天呢我觉得我的使命非常重，我一定要把让这面旗呢飘扬起来，让 LGD 的队员们感受到我们的加油与呐喊。在比赛之前呢这个台子会转一圈，然后把真正战队的这个对标显露出来。粉丝们也是非常的早来的，大家都已经把前排的座位坐满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呢就是离选手比较更近一些嘛，所以还是选择了这个位置。这边呢是我这次带来的灯牌，一个是呢 LGD 村头等你，一个呢是萧瑟前辈为你打 call。很遗憾啊，这个红色灯牌呢在运输的过程中被摔碎了，但是我一会儿捏着点也不耽误使用，正好是红蓝的一个配色。LGD, you're gonna get this one,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eah, sure! 披上这个 LGD 大旗呢，就是举着这个 LGD... Oh, sorry. Yes, we are eliminated. Thank you. Oh, I'm sorry. 举着举起这个 LGD 的大旗呢，就是今天我的责任。作为粉丝呢，我一定要为 LGD 呐喊到底。LGD， 你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加油！在上现场呢，在播放着 BC 的这个宣传片。然后 LGD 的粉丝呢，主要集中在屏幕的右侧。9:39呢，大家已经陆续的开始入场，基本上坐满。现役的 TI 冠军，曾经得过 TI 冠军的队员，老干爹占了两席，冠军教练，八王年轻的时候，我猜想一会儿 BC 那边的口号呢，大概是 Let's Go BC， 那我们这边的应对口号呢，还是 LGD， 或者就是 LGD 加油就可以了，肯定能盖过他们。PSGLGD。LGD! 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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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瑟先辈加油！一队加油！马王加油！金翔加油！赵公子加油！大兵哥加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BC 选手没法出战了，然后用玩偶替代了。这个角度离大边哥很近的感觉，这个角度要比上一回那个角度好，能看见所有队员。BC 的队员基本上在酒店啊，只有一名选手来到了现场。这个镜头呢，都指向了这个唯一在场的队员。今天他的这个曝光率是拉满，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牛逼！
LGBT，LGBT。这真的超级的危险啊！但是好在 LGBT 挺住了，而且很漂亮的把蓝猫秒了。哇！聊聊吧，聊聊。LG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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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BT。加油，老丸子！下把下把，老干爹加油！老干爹加油！加油！